你是不是有代志无跟妈讲？我啊，哪里嘛？谁知影你啊？你拢敢偷偷结婚啊？哦，你讲话大声是被我妈听到。你敢有跟你妈讲？我嘛是阿伯啊。可以的话，你就让他知道你现在身边有人陪，过得很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结婚是大代志，一定要有妈在，阿姨好。我问你哦。